来，大哥，我们先吃一口猕猴桃。好。不要说上嘴。大哥，今天是从哪里过来的呀？我从淘宝上看的。那你今天打算做一个什么样的套餐呀？工资300多吧。工资是300多。嗯。那你要花完吗？差不多吧。行，那我们就安排。选个颜色吧，哥。哥，我们准备热敷喽，温度可以吗？温度可以，还可以是吧？那我们要准备开始刮咯，如果有不舒服的地方的话就举手示意哈。上个卫生间啊。你要上个卫生间吗？哎，那你等会儿上哈。
Thank you.